内道场正期班第15届及21届同修共10名学员，发心于工作之余，假日到湖内道场帮忙整理环境，部分师兄帮忙打扫户外，如割草、扫地、浇花、处理落叶等户外整理。有些师兄师姐负责道场内部，如擦拭供桌、扫地、拖地、清扫厕所等室内整理。学员分工合作，一上午即完成。随后填写义工回向文书，祈愿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加持护佑阖家平安。维新电视综合报道。